你条条是要创啥？我即摆购物呢，我来购物啊！你是，你个健康宝即摆创啥啦？你看，自从我看到你了，对你一见钟情，你也倾心，姑娘，你敢知呀？所以我无练过，你要讲我废话啦！我即马时间足宝贵的，你唔知吗？我有剩上过一天尔，剩上过一天，伫你兜做奴才，做奴才了，我就出脱了呢。你嘛看我，对你这么啊上心，你看我的白白，你去用像阿胖啊安尼，哎，这支线，我哥，这支线，这支线，这支开始哦，这支开始，搁过银色，比再金色，后壁搁来打牛逼，哇哇！要做牛逼的人，你开海足济，你嘛拜托的，我求爱一个，吼，你足惨的呢，不然你变哪乱，我对你都无可能，嘛对你袂有感情，无可能，你伤害我幼小的心灵，唔该袂要紧，哎，你创啊？我随心拢扎一支刀，你怎敢害我？你若无爱，我就讲。什么干的事？我要敢跟你用强的，你要学不学？你这人哪呢？是要太哥啊哈？我就跟你讲，咱两个无可能的，我已经过几样事过囝了。不要紧啊，若讲安尼脚内行啊，对不对？内行你去死啦！走啦！哎，这猫，你若不学，我就要抓你，要学啊！你若学不来，我嘛干哦，我去。暗藏法术，口腔内疾病啦，掩盖身份，寒干地爱变做一名寒干女，唔敢施展法术之下，玲珑这位放荡公主，就在此时担任到底什么大事啊？一刀贯穿。